很干净，然后你能够在精神领域里面，你能够有所启发的这样的作品，其实面试给我那样的感觉。那能够把他的精力能够聚焦在他自己的创作上，那能够心无旁骛，能够将他对艺术的一种领略，能够在发挥在他的作品里面。他的作品是纯水墨的，在纸上的作品的这种表现，这些线条的这种表现呢，其实乍看之下它是简单的，因为它看的有点像是铅笔，事实上它都是用非常细的小楷这种毛笔的逐一的去的绘制而成。非常的复杂繁华故事性，然后转变成像目前这么抽象这么纯净，然后只剩下笔只剩下墨的这样一种描绘，那绝对是跟这个创作者他的某种内在的状态跟他的某种精神的修为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念慈在过去花莲的这十年里面，他开始慢慢的开始修行禅修，其实如果各位有过禅修经验的话，你大概禅修过大概三四天之后，感官就会变得非常锐利，那你可以观察到那非常非常细致的运动都不太一样。那阶段跟之前那个阶段，我在心理上最大差别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感觉是它很自动，我不用去额外的去经营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我是有觉得说，在水墨里面哈，这个东西很重要。我发现哈，当你在画图的时候，你那种你用意志力非常刻意要去营造一种东西的感觉，对我来说太虚假。哎，虽然也许那个东西可以是一个绘画的表达方式，可是那种假会让我觉得一种心理上的负担这样。我必须坦白讲，我每张作品我没有事先的想法，我是有一天我自己跑到一个溪谷里面，前面就一片那个很大的石头，但是我不会在当场在那里写生，而且哈不是用很多眼睛的力量。毛笔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工具，但是你要把这么简单的工具，整个画面的张力效果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费了我很大的力气去把那个这么简单的用具发挥到最大的能量，这样。